好了，都说是秘制的，你们俩在那边偷吃。少你了，还有那些怎么样了？你先坐在这里等我，马上就好了。都说是秘制的，太小气了，简直！你学会了，怕自己没价值了。妈妈，我感觉聂叔叔就是田螺先生，不仅会音乐，还会做饭。他那儿哪是做饭呢？ 除了我们自己家里人，我没听你给谁这么高的评价。妈妈，你和聂叔叔是不要官宣的，只能官宣。我们只是朋友，只是恋人未满的说辞，也是可以继续得寸进尺的许可。 有什么得寸进尺？这哪儿去？我跟你说，你看我看那些视频，我把那些APP全给你下载。不行，妈妈，我真的在祝福你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试试看吧。哇，这比例很重要的。尝一口。嗯，好吃哎，光这调料就好吃。你们刚才那嘀嘀咕咕些什么？我妈妈说你做饭是大厨水准，真的。 除了我们自己家里人，我真没听过他给谁这么高的评价。嗯嗯，好吃哇，太棒了！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给你做饭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什么可以呀？著名医生很忙的，哪有时间经常来给你做饭？听说男人说是要做到的，你要做不到呢？哎，也是也是，毕竟你们只是朋友嘛，就不方便了，对吧？好吃吗？ 好吃，把事就吃啊！少说话，乖。中午你去见陈总怎么么样？我忘了跟你说了是吧？是。他基本上同意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说服他，我们应该可以重启厉家联盟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！今天真很适合庆祝一下。嗯。他还说什么？工作上的事儿就没说什么了。嗯，我在那儿碰见李文了。他怎么在那里？ 应该是想要跳槽吧，想拉我们站台。不用管他了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说服千羽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是，但可以解开千羽心结的人也就只有你了。嗯，但愿又可以吧？没事的，之后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什么都可以吗？嗯嗯，你看你这个里边啊，那种葱、小米辣，然后青柠、酱油，还有什么？ 这个忙我可能就帮不上了。你刚刚说什么都可以的啊。男人的嘴嘛，是吧？你们也知道的啊。看点吧，有些人的话不能信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嗯。来来，吃肉。不要。还给我家的。这是给我家的。你给谁家的？你说。我给自己家的，大家都挺近的。哎，你们都很近嘛，就自己家。男人啊，嗯，都这对，都是实际例子。